Chinese, English, they don't mix. Or do they? Well, over here they do, because we're English Remix. Welcome back to English Remix. It's time to talk about a simple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N. I have specially handpicked the word nervous for you. 一起来看看拼写，从拼写当中来找点线索吧。 这个单词里有几个要点，你需要注意一下。第一，字母 er 在这里只发字母 r 在词尾出现时所发的音呢。OK， 听一下这个念 er， 而不是我们原来所熟知的国际音标系统里面所标识的两个音呢。自己看一下啊。OK， please allow me to demonstrate， 中间没有元音的这个 it 没有这个元音的版本是这么念的，直接把那个 n 和 er 念在一块来听一下啊 ，nervous， nervous。 如果完全按照国际音标上面标的那个东西来念，把中间那个 a 的音念出来的话，那念的是 nervous， nervous。 如果你曾经听过北美人念过这个词，不难判断前面那个 nervous 远比后面那个 nervous 听起来要对劲很多。OK， 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字母 v 所发的这个音。这个音里面你需要最注意的重点是震动。OK， 就是上齿和下唇之间产生的震动了。比较区别一下啊，正确的念 加在一块念 nervous， 再听一遍 nervous。 如果这个震动没有念出来，就被你念成 nervous， nervous。 这两个版本 obviously both wrong， OK， 最后一个你可能会错的地方出现在这个词尾的字母组合 ous 上面， OK， 这个组合在词尾出现的单词啊，你稍微仔细找一找，能找到一帮啊， OK， 而且这些词里面的 ous 字母组合多数都读的就是 s， 而我们当中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见到这个玩意儿 这个东西就会发这个声音。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后遗症来的，我们以前讲过，你可以翻回以前的内容去看一下。所以如下的很多词都会因为这个原因被读错 ，fabulous， 听过有没有人念成 fabulous，ridiculous， ridiculous，glamorous 念成 glamorous，famous 念成 famous，you are so famous， 你中枪了吗？好，如果前面讲的三个重点你都能做对，那么这个单词你可能就可以念准了。跟我来一块来念几遍啊，听啊。 这个念 nervous， one more time， nervous， nervous， beautiful， you have fun with us now， thanks for watching。 转眼 English Remix 已经开播一段时间了，感谢您的关注。从7月3号开始，发音频道的更新时间改为每周一，而我们音乐频道 Jerry's Jukebox 改为每周四更新。 另外，列位可以用给 English Remix 的微信订阅账号发信息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尽量回答您在英语学习当中遇到的各种疑问。如果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会不定期的用视频的方式专项解决您的问题。English Remix 会在 YouTube、微信以及微博四个平台同时更新，您可以在适合您使用习惯的平台上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酷 和微博只需要搜索 English Remix 一个词哦就可以了。在 YouTube 上要搜索 English Remix 加中文字发音两个字才找得到我们。在微信上，您需要在通讯录里的订阅账号中搜索 English Remix， 不要直接在通讯录中找 English Remix， 这样找到的是我的个人账号。Well, you could do that if you're really trying to find me. 您的订阅和转发是我们的最大动力。If you have liked what you have seen here, please.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请转发。